不甘心，真的很不甘心。我要把腰带给破，把属于我们的农药一次讨回。新台湾娱乐摔角联盟2015年首场大型摔角赛事，台湾对日本全面对抗赛。上次落败的要在这一次讨回。2015年8月22日，激斗仲夏夜，更新文教院。第一是和新加坡 SPW 台湾初次参赛，中二之王 Sky 对上新加坡刺客 The Eurasian Dragon。第二是和异兽冲击，地狱小丑 The Joker。宝石战车 Black Hole。Coolstar Buffalo。疯狂台客摔角手超级大只，我的狗你大尾巴塞你娘腔，我的狗呀你错塞了，你错塞了。第三是和台日全面对抗赛，先前与日本职业摔角交流赛中，台湾选手全军覆没，这次我们汲取教训，将前次的失败化为力量，做好万全准备，派出最坚强的阵容迎战来自日本的强敌。敲响战钟的是不屈的王者皇帝欧居，恶之总帅恶王卡兹亚，台湾的一勇阿勇哥对上神之子 Yuki， 千年难得一见的废材 Super Mantalo， 冲神擂台之花 Hibiscus Me。是时候该谈回孔院去，这次这是证据，绝对没有穿过你不能。Super Mantalo，Superman 战龙 ，Prepare to die。第四是和台日全面对抗赛，海陆双拼，战熊斗鱼对上琉球 Blue Wave Glucose Mask Death Match 绝对王者佐佐木贵。但因在我们的默契来说。一鼓作气击倒对方，不是不可能的事。就是用这个优点来对抗。主要是和 NDW 无差别级单打冠军防卫赛挑战者 Rika 烈火对上现任王者美国国民英雄 Captain Eagle。十六，我们的伙伴们在哪？所有伙伴都付给我的灵魂以及斗志。我一定会从 Captain Eagle 中夺得胜利，把 NTW 无差别冠军腰带再次带回台湾。